欢迎收看守旧游戏 Free Fire， 我是旭，我是雅思，今晚的是 Free Fire 的团队突袭卡拉里也配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终于配到队友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配那么久啊。好，开始吧 ，Let's go。Go go go！ 这场这才不是丝丝感冒，这不是尼亚斯，他说这不是尼亚斯，这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尼亚斯，尼亚斯，他不是尼亚斯啦，他不是尼亚斯啦，尼亚斯，尼亚斯，蹲一下，尼亚斯，尼亚斯，哎，尼亚斯，敌人往左边走，不要，他说什么不要杀，让尼亚斯杀，这是团队游戏耶，什么叫做让我一个杀？我看一下敌人，敌人好像都在左侧边，敌人上去了，敌人上去了。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。是就不要，这边的板子是假的。还有一只，他说什么是尼亚斯回话？铁粉应该都知道我们要开麦吧？铁粉应该都知道我不能开麦吧？非铁粉就。你让我先拉血，敌人在这边。击杀，解决。他不是尼亚斯。他不是尼亚斯。我跟你赌。跟你赌。我跟你赌啊！这个队友要赌赢了。你赌他是的呀。我看一下，买个 NP 五好了。尼亚斯。有一个队友说他绝对不是啊，这应该不是铁粉啊。你是尼亚斯，蹲一下。怎么样？应该是三号说不是吧？哎，好，三号说是，四号说不是。什么叫真的尼亚斯就讲话？对啊，尼亚斯没有开语音，对，这个铁粉棒。没错，没有啊，我是在录影，我在录影。对，这个队友铁粉。我来了。有敌人是不是？等一下我看一下能不能绕过去。敌人是不是都在？骨头上，骨头上啊，贴在骨头上啊！哎呀，尼亚斯，你不要见我，有人呢、哦！直接顺台。啊哦、左侧有，等一下有人，等一下哦，我现在声音不见了。尼亚斯，等一下哦。偷舔包，先拉个血，还剩三只啊！我看一下敌人在哪，哎，为什么掉到？还有几只在哪里啊？没看到敌人，应该有敌人要过来了。我看不到楼下的敌，我看到楼下一只，有一只要过来了。房间哪家？有一只想办法过来，过来。老二，还有一只，前面。好可怕、哦，差一点死掉。残血啊我！我刚残血，买个 NP 四零啊，零胶买一颗。哇，没有钱买一批纸怎么办？啊，我有代码奇人应该是有机会。我丢个这个，哎，有人丢零胶哎，感谢感谢，我捡一颗就好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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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我捡我捡我捡，谢谢。OK。四号改口了，四号说他真的是尼亚斯哎，他怎么知道？是刚刚死掉吗？赶快赶快赶快！刚刚真的很好险哦！看到敌人，看到敌人。尼亚斯，你当场杀我吗？尼亚斯在哪里杀我吗？你家这边有人哦。尼亚斯加我，尼亚斯。家这边有一只。尼亚斯加我，也加我。好一。还有一只，楼下有人，楼下有人。在哪里啊？没看到人。这边是不是？哦，好强！
哎、欸、哎呦，队友把他打死了。OK。不错不错不错。再来。我看一下哦。防弹衣、凝胶、凝香菇。他们一直讲话，很可爱。我剩1000块啊，1000块再买一个香菇给队友好了，对，让他们捡一下。OK， 那我们现在3-0哦。但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为什么刚刚观众会队友四号好是四号吧？说我是假的，为什么、啊？因为我不开麦吗？他刚刚好像是说，他如果是的话就要开麦，不开麦好像就是假的这样。可是我记得我几乎没有开麦啊，以前有开啦，以前的手机比较好开一点，比较好开麦一点。现在手机，等下这边有一只。等一下哦，蹲一下。他在说什么？有他有在二人吗？好像没有。这边好，要不要加我吗？蹲一下。等一下，这边一大堆敌人。你在呢？等一下，那边还有一只。直接爆头，冲！哪里？啊，队友在救了，队友在救了。这可以打，这可以打。我是雅思。拿铁，拿铁胶，等下手榴弹，手榴弹，手榴弹，击杀4-0，过了。拜拜。我也有黄金跑车，我也有，大家都有，很棒，还蛮奇妙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四号队友会说我是假的，就只因为我不开了。哦，这场直接直杀 ，OK， 他们很有礼貌，他们跟我说拜拜拜拜，好啦，记得我比较没有开麦啊，录影的时候。OK， 我们就先离开喽，这场直接，哦，这场没有死呀，好险，刚刚第二场差点死掉啊，好像是第二场吧。对，第二场那个我拿 MP5 的时候啊，第二场队友好像是都倒了吧，然后刚好剩3个敌人。对，我记得那时候我打掉一个敌人，队友还没全死，然后剩三个的时候队友全部死掉，然后剩我一个，然后有一个沙漠之鹰跑过来要打我，他把我打到残血，那我在残血瞬间就把他击杀掉。结果把他击杀掉之后呢，等一下我先进一下那个多人组队，因为这一直被狂妖会手机会震动很烦，就是。被那个沙漠之鹰打到残血之后，另外一个敌人要过来补，好险！我有闪到凝胶后面，没有被他补掉啊。好啦，总之这一场非常的精彩，遇到了观众哦。然后观众在讲说这是假的，然后另外一个在讲真的啊，真的打赌成功了，有没有什么奖励啊？蛮好奇，想要知道后续的哦。那如果有观众就是这一场的观众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说后续你们打赌赢的是怎么样一个情况。好，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大家记得我平日晚上6点发片，加的是早上9点，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。然后每天晚上6点过后呢，点开你的 YouTube 底下有一个订阅内容，稍微滑一下就可以看到我最新的影片喽。那你如果只是单纯点开 YouTube 随便滑一下的话，有时候不一定会出现我的影片，你可能就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我们下集影片再见，各位拜拜。